就是那个图片比较好看就够了，对我来说。哦，是吗？你是比较喜欢城市还是比较喜欢对吧？我们是这样，它其实就是很长长的一条嘛，然后你就开进去，然后里面就可以深入到地下。对，这个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，是我发生在我婆婆身上，因为我们一起去的嘛。然后她看到一身布，就一路往下放，所以下去就再也上不来了。我们去把它墙体给带上来呀、啊！哇！但是它那种就是你需要一个安全的太高级的，就是随时你会发现它特别难。对，你可以，因为我们当时就，我们当时也自己给自己定位是老多零钱组，然后就选了这种一级给的。但是你如果觉得自己特别有经验，一定要这样。然后当时羽毛球也跟他学的。我就有空就来，最近比较忙。对。我知道时间，因为我在群里。为什么？我觉得挺好看的。我全部的东西都玩过了，就是所有的秀、所有的 ride 都做过了。去了五天，不是一天就玩完？我觉得可以玩个两三天，然后第四天是买东西这样子，纪念品。Universal Studio 怎么可能花了这么多时间？它有很多，就是除了 ride 以外，还有很多秀啊。你那个也去看？
对啊，都去看。我那时候是跟朋友去，然后那个朋友就特别那种，一定要后悔的那种，后悔的那种，对，就是啊。我们是就是很多次的那个。不是，它是有那个，我记得是洛杉矶那边他们有买联票的，就是比如说你去看那个Sea World 还是什么的。哦，对，是那个。然后对，然后再加上 Studio， 我记不太清楚是单独的还是加在一起的，反正就是那个连在一起。我们当时买了$234。是很多连起来的，就是迪士尼啊，然后加上 Zoo 呀，加上 Sea World 呀，然后反正就几样连在一起的，然后就一起卖给你，它有一个折扣。了解，那个零块也不贵。是不贵啊。然后你知道我们当时很猥琐，因为我们实在不想去那个 Sea World， 因为已经看到封面了。然后我们就把 Sea World 给卖了。还可以卖掉。嗯，就是可以分开卖的。啊，对啊，他可以把它撕下来，然后我们当时就所以就觉得玩的可开心了，因为整体都有了，然后你不想要的东西又都处理掉了。那是怎么卖掉？我们当时是在，因为我们当时在朋友的同学那吃，但是我当时好像是在那个华联买的，华联有一个换来换去呗，然后我就给人家发了一个帖，我说我这个帖子要不要，人家立马就。Oh.
交给金姐。Thank you.
就像后部，小孩都不懂规矩。我们真的憋得一口气。作为家长的，没有教育好是我的职责。你们关于错综复合，语不教穿指过。没。